藏起来就藏起来，都听你的。一晚上没睡，该睡觉了吧？睡是自然要睡的，只不过在睡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什么重要的事啊？走，带你去。你看，默默，这你已经复职了，我也要有所表示。送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当然喜欢了。不过这么多，默默，谢谢你在败家的时候想起我。李先生，恭喜你，两年的领带都被我承包了。那领带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我们现在已经领证了，而且你已经是我的人了。我当然要把你紧紧地捆住。那两年不够啊，这么些也不够。我希望这一辈子的领带全都被你承包了。想得美。睡那么久了，太不公平了！为什么你醒得这么早？这有什么办法呀？就算是我错了吧。你是皮蛋吗？你洗完饭了吗？等一下，你不是要上班吗？上什么班啊？老板也要休息的。